香港要创科，发展不能拖。香港要创科，发展不能拖。呢句口号咧，我绝对支持。咁我哋距离有呢个创新及科技局咧，就真系只系一步之遥。但呢一步咧，我唔知点解咧要咁艰难。拉布嘅议员，纵容拉布嘅议员嘅泛民阵营，次次都话点解唔喺十月？十月佢哋就俾过。其实我觉得呢个咁嘅说法极之无赖，极之无理。两年前，我哋有个动议系所有人都支持，包括泛民嘅议员。点解泛民议员？而家繼續要拉布去阻創科局咧？其實咧，創科局咧到而家咧，其實已經唔止係三年嘅啦。如果我哋真係拖到十月先至話去過財會，或甚至乎有機會由大會再推到重來，其實我哋已經係等三年、三年又三年。我明白有啲人咧，其實咧成日話自己聽業界聲音啦，但係又扮自己唔知點解去，我唔知道佢詐聽唔到啊，定係點樣樣？究竟阿莫議員究竟係心裏係口講支持，實質裏邊支唔支持咧？我對佢係非常之有懷疑咯。如果佢真係支持的話，唔該佢去遊說泛民捆綁式去支持創科局。我希望咧就大家放低政治，放低意氣之爭，其實最重要，我哋是為了香港的未來好，可不可以為了社會，大家不要再拉布。